你难得吃我的醋，我太开心了，我可以把你留下来。你就这么走了，那我怎么办，小军？你就这么走了，能不能把它换回来？小军。 情况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大问题，只要好好休息，把伤口养好就行了。谢谢医生，这边请。方总，您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我都快担心死了。嗯，我已经通知柴小姐了，她马上到。方兰，方兰，怎么了啊？伤到哪里了？严不严重啊？我看一下。你什么？你不要说话，手怎么能出来呢？放进去，盖好盖好。等等。 等什么等啊？你想说工作的事是不是？工作的事让韩助理帮你就好了，你就不要担心了啊。但是什么呀？但是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在这里好好休息，好好疗伤，什么都不要想了啊！别担心那些有的没的。稍等一下，我有个问题想问。嗯，你是谁啊？什么？我是谁？真生病了，这是。疼死了吧？乔姐，医生说不能空腹吃药。 你们放走桌外面去啊！快去！外面，我去给你煮面条，等我哦。红烧牛肉面，放走最喜欢吃。好，我给你煮啊，等会儿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为什么要问我是谁？我再帮你倒一点。来来来，来。 干杯！干杯！没有了。我要喝。 不困了，不困，你跟我来。不要，来嘛，给你喝喝。喝，喝喝。嗯，走，走走走，走，来。我要喝酒。没有酒，没有酒。就要喝酒。给你拿，给你拿。我要喝酒。好了，你先坐着歇会儿啊。好乖呀，乖呀，乖。那乖乖的，要不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呢？什么问题啊？ 你是不是真失忆了？嗯，我要去游乐园，坐旋转木马，我想妈妈。游乐园关门了，打游戏。电玩城也关门了，不去了，不去了。不要，我要去。不去了，不去了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坐下，不要叫，乖乖的，不要叫。 本来以为放了冰雪豪就更好套话了，没想到这个样子。你讨厌我，姐姐讨厌我。没有讨厌你，你刚刚说我就是讨厌我。哎，你乖啦，好了好了，我没有讨厌你，不讨厌你不讨厌你，喜欢你不讨厌你，嗯。不讨厌就是喜欢我。嗯，啊，好，乖，不讨厌你不讨厌你。 喜欢你不讨厌你，好不好？不讨厌就是喜欢我。喜欢。妈妈说，一个人不讨厌另外一个人就是喜欢。你喜欢我吗？嗯，我不知道什么是喜欢。就像我喜欢吃炸鸡，但是如果没有炸鸡的话，我火锅很好吃，我也很喜欢的。就像我喜欢夏天。 但是如果今天下雪了很好看，我也很喜欢啊。但是你的话，我没有想过，除了你还有什么能让我开心快乐的？没有想过有什么可以取代的。嗯，也没有想过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的生活该怎么样下去？那这个算喜欢吗？嗯。
听不懂。嗯？听不懂，困了。说好不走，就不准走了。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，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在离开我。如果真的可以用这种方式把你留下，那我愿意失忆一辈子。这前面水太深，你不会游泳太危险了。谁说我不会游泳了？我是游泳高手，你忘了？但你也得做个热身吧。我热什么身？高手不需要热身的好不好？你是质疑我的实力呢，还是你突然想起什么了，担心我啊？怎么，担心我？游泳圈做热身很正常的，这都是常识，而且这里没有救生员，如果真的发生意外的话，发生意外了就算出了危险了也不用你来救好吗？ OK， 放心了啊。我小心，小心，成熟一点啊！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亏我还一直在照顾你，亏我想了那么多的办法想让你恢复记忆，结果合着你从头到尾就一直在耍我呗。但你也太过火了，小琪，你怎么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？你还凶我，明明是你自己做错事情在先，你都不跟我解释，你还凶我，你这个人烦死。我以为你要离开我，所以我才会借着车祸的事情来假装失忆。那你就不能换个别的方式吗？又这个又蠢又笨的，我以为你真的要把我忘了。对不起，但你为什么要准备告别礼物？我就是在网上随便找了一个整人的办法嘛，就说那个给对方准备一个告别礼物，看看对方是什么反应啊。就你放心了，我不会走的。